已经连续的发放，跟他们翻译那么多了，啊，都感觉真安慰哈、哦。这只是呢，急难给，工具包呢是给他们就地取材，先搭个简单的草棚，暂住一下。总而言之，我们还是呢要继续努力，但愿人人艰苦，知福，啊，八恶因缘，这是造福人间，是增长自己的福慧。你若无看到，无法度也要发动家己的爱心，人人一点滴的付出，就可以大量的救人。所以我们还是呢，期待人人付出点滴爱心，合伟大的力量哦，那帮助他们翻转人生，普天之下都是共生喜，也是一家亲呐、啊。期待大家人人戒慎虔诚，为天下祈求平安，风调雨顺呐、啊。台中慈济医院举办医学研讨会，现场还直播新型的甲状腺切除手术。